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。拜仁官方宣布和后卫约瑟·史坦尼西续约至2026年。22岁的约瑟·史坦尼西是一名克罗地亚国脚，他将出现在卡塔尔世界杯的赛场上。2017年约瑟·史坦尼西加盟拜仁梯队，从去年开始他就被提拔至一线队。迄今为止，约瑟·史坦尼西已经为拜仁一线队出战29场比赛，有一球进账。在拜仁，他已经随队赢得了两个德甲冠军以及一个德国超级杯冠军。在国家队层面，约瑟·史坦尼西去年为克罗地亚国家队上演首秀。迄今为止，他已经为国家队出战了6场比赛。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。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